女生有血清书，哪有？我想要有。这种女生是女生。每个人相处应该第一眼就看一个人的外表嘛。对啊，要干净，要卫生，要好吃，好吃。有 PPL 这个现象，这个状况，这样子，你们有这样子吗？我真的一直都蛮离群的哎。对啊，特别，所以你很早就知道，就是你喜欢要的是什么？对啊，我中学的时候就跟女生在一起过，但中间有尝试跟男生，但发现真的不行。我在高中就已经确定了，我可能对女生比较，对我来说比较有吸引力，长发的女生，漂亮的女生。你从高中就知道？高中是知道我是要女生这个方向，在大一点的时候，大学或者是来台北这段时间才知道，哦，我喜欢漂亮的、干净的。我是到就刚刚讲的大学那个，我第一爱情男生，后面是大二大三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是喜欢，可是那个没有在一起。大三之后认识另外一个女生之后，才真的跟女生交往，也是 P， 都是大学，大大就是真的比较晚，然后非常肯定确定我就是对，以前都觉得肯定确定真的是二十前面可能有试过有怎么样，对，但是就会觉得不太确定，还有其他可能，对，二十岁那个就是这样，对，就确定是在二十六岁。教的样本已经都有了之后，就觉得哦，这个真的很喜欢。人生的历程真的太奇妙了。好了，下一题喽。来，国小的时候是不是就曾经有过这个现象的？你们就是是不是很喜欢不小心觉得哪个老师很漂亮啊，或者说觉得哪个同学哦特别漂亮，我真的忍不住就要注意那个同学这样子。都是女生。很小的时候会不会就有这样子的注意？有的话请打圈，没有的话请打叉。我在国小的时候跟国中的时候有特别觉得某些女生我会想要去接近她，但我不晓得这是喜欢还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对某个人的欣赏，就会被吸引吧，会被吸引。对，女生有写情书，哪有？国小就有，对，我到现在女生，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你是我的另外一半，这种女生是女生，可是那时候我不了解，但是我认为那个喜欢是朋友的喜欢，我是到高中。才有那种，好像跟一般的朋友的那种喜欢不一样。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我有幼稚园，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女生穿那个裙子，然后从侧边看到胸部，我很震惊哎，就是天哪，双这个没理解吧？我已经拨开视线了，那是喜欢吗？因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都很肤浅，就是喜欢漂亮女生。有的话请打圈，没有的话请打叉，请都打。你是通过啊？你刚把你那个很猖狂的话都讲出来。什么猖狂？摆明就是。刚刚说摆明就是啊，为什么？我要解释一下，我们讲是肤浅，我们只是比较会去欣赏美丽的事物。每个人相处应该第一眼就看一个人的外表嘛。对啊。要干净，要卫生，要好吃，好吃。是啊，你怎么可能一下子看得出来一个人内在？除非有一个场合、一个契机，让你们可以去相处，才可以去进一步了解一个人另外的一面。第一眼外表蛮重要的。其实我很欣赏你这么诚实的说，我就是喜欢漂亮女生这件事。我觉得很棒，因为这样我们都二十五岁以上吧。这个刚刚说没有吧？其实我没有特别。对，然后结果你看他清一色女朋友都是有一个中的，我好像有点为重，就是零吗？他是说没有啦，就是只要五分，这女生有五分我都 OK， 我可以跟他交往，就他交往对象没有一个是五分的，全部都是以上的。漂亮女生，这一定要啊，一定要漂亮女生啊，然后还要奶大，他的没有啊，没有，不一定要奶大，
味道很重要。对，味道很重要，要香香的啊，要胖胖啊。我闻一个人味道，我就知道我愿不愿意接近他，或者是我就决定我不要接近他了，就不管他长什么样。假如他长得很漂亮，可是我闻他味道，我就不是我喜欢的，我就直接飘走。你说体味还是闻到外面这样子的？就是只要是他衣服的味道就 OK。但如果他把他狐臭掩盖得很好，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是他体味出来的，那个就是身体的味道是没办法用香水盖的。我要讲刚刚美味那个，那么我们再回到刚刚 Ruby 啊，我们不是前面有一题说什么指甲不看指甲？你会看指甲吗？会，不会，一定是手这样子看。你刚刚说他是瘦，对不对？其实我不对，我觉得他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是几公，几公或几瘦，因为他是公，他就不在乎指甲怎么样，与我无关。对，我是比较偏公。你知道吗？你看他突然转到，你知道他怎么判断？他怎么判断这个女生是有没有性命吗？就是我会想，我单身的时候，跟这个女生相处，我会觉得我真的很想要跟他有肢体接触。你可以大声讲出来。我就是想。没有没有，我是会想要更亲近他，我会有这种感觉。最好辨别就是我对你有没有性幻想啊，对，或者说性冲动。哎，这很直接，你不会吗？我真的很棒。我欣赏，我欣赏。可是我没有喜欢奶大。我们都是长发控，有的话请打圈，没有的话请打叉。哎，小姐，其实我是长发控，你要是剪这种短发，我不喜欢。啊，真假的？就是我极限是到肩膀，我后来就想想，我觉得我应该是长发。我都可以耶，因为毕竟你之前剪过这个。那如果说我说那个话，我不就给自己挡掉？对。那你觉得你剪短头发还漂亮吗？你觉得我吗？对啊，我不是有短头发，就很像男生。对。我是长发控吗？其实我没有去定义耶，这是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舒服漂亮，然后大部分都是肩膀以下。是啊，肩膀以下。问答：现在韩国的流行发型就是这种，就是偏短的。他今天说想去剪那样子 ，OK 吗？可以去剪，但是就那一阵子不爱你而已。一定哦、喔，这样算吗？这样算吗？你这样子的长度也可以啊，我这样也是长头发，可不要剪短。那我呢？我可以吗？这个可以啊，护肩膀，它就是护肩膀，护肩膀，护肩膀。问一个加的选项。因为这一盒我觉得有点问不出口，你都不知道我问什么。对，我都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因为我哪知道。来 ，PPL 超容易遇到表姐妹，有的请打叉，请打叉。超多的，我觉得看我身边其实真的蛮多表姐妹的，到处都是，这一位就其中一个嘛。等一下，我一开始其实蛮觉得很荒谬，怎么大家的另外一半好像在交错使用，可以这样形容吗？可以。那后来在这个圈子待久了，才发现其实这个圈子真的不大，而且大家都喜欢的类型是雷同的东西。对的。如果延伸题。针对 Claire， 他是身体指向针对。你有跟你的表姐妹在一起过吗？就例如说，你们跟他在一起过之类的，就算表姐妹是很代表你们有共同的前任，共同的前任，你们有共同的前任？哦，没有。对，我觉得会这样，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大家喜欢的菜都一样，然后就把所有菜放到里面去，就是大家都要橘子，所以就橘子那一栏哦，大家就开始挑橘子这样子啊。哦，拿起来闻一闻，觉得哦还不错，就是看另外一橘子放回去，然后他就接着拿起来闻。对啊，哇，这么快的橘子，赶快拿起来吃啊！我就很开心，今天聊得很开心。对啊，我觉得你们会让大家学到很多。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是因为我其实每次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要再说一次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因为很多年轻的妹妹，然后她们都其实都在摸索的阶段，例如说她们上位到25岁的时候。遇到我们那种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或者是不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也在摸索，所以我就是只是告诉大家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然后给他们一些
案例可以去参考，然后不是只有我跟懒人，然后也有其他人的可以去，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那你可以参考一下，是不是教育概念？就是这个你上网查不到、啊，对，上网查不到，我们试图查过，我以前想要查，但我查不到这种东西，所以就找来宾来分享给大家，看你的故事是接近哪一种，你可能会。帮助自己在探索自己的过程中有一个厘清的方向，至少有一个方向啊，可以往那里前进。那、谢谢你们两位，我们今天真的收获非常多。然后也让我觉得我没有特别不一样，也还不错，对不对？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想说拜拜，大家说拜拜。